血了，快快帮他把血止住。血流的这么多怎么止啊？啊，痛啊。啊，老弟，老弟，你怎么样了？啊，不好了，他死了。人心不存，残害生命，因果报应，真实不虚。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村主和我祝你斑马壮的喜色的。过去我看着我们不过去几几次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我祝人个人参加到这不能真见不就像是你为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做寻机了，想让三百八十九三百分之八当抓到的梦，我祝做这人个人参加到这不能真见不就像是你为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了，想到三百九十三百元的八档，做到他们我都做了这人个人赚钱档，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这些档，这钱我就拿走了。苏然的苏心机了，想到三百九十三百元的八档，做到他们我都做了马红八字个人八马十档，马红八字个人八马十档，马红八字个人八马十档，马红八字个人八马十。我马红八字个人八马十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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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八字个人八马十。我马红八字个人八马十档，杰拉达江苏罗大兵的，他说刚才那边咋叫声？难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抓紧别人咋的说？穷登天公婆家伙那样拉响咋了？那个楼主正你正着你的难道老三今年冬干十三十七了你记得个老王在那个那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主将等送住的街中你摸你落你接着住住住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年就在那这呢等你到这撒金的送人的你走街这的是找知道是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不到样了的的最多的几斤觉得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我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忙见不了家把个人当安全度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残了。然后第三是这个佛教的禅啊，这个是佛教里面的禅，这个是除了佛教以外其他的任何宗教里面都没有这种禅啊，这叫做智慧禅啊，智慧禅，智慧禅是禅宗啊所讲的啊这个禅。然后呢，藏传佛教的像大圆满、大手淫、大维德等等啊，这些所有的这些方法、秘法，它最后在追求什么呢？也就是在追求啊，通过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渠道啊，它最后要得到的它的目标，也就是这个智慧禅啊，智慧禅，达摩祖师啊，当年到中国传这个禅宗的时候，传的禅也就是这个智慧禅啊。那么，智慧禅是什么呢？它就是体悟啊，或者是证悟了最终极的
生命的真相啊，最终极的生命的真相啊，彻底的解决了啊，解决了不符合世事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观点啊啊，以及这些观点导致的很多的烦恼啊，贪嗔痴等等，这个也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就讲的这个证悟空心呐、证悟空心啊。证悟生命的真相，彻底的证悟了生命的真相啊、那这个是从源头上啊，这不仅仅是一个改善生命的，改善睡眠呐、改善这个减压啊、减轻压力啊，它不是一个这样的，它是从源头上把所有的这些啊贪嗔痴这些烦恼全部解决了啊，这个叫做智慧禅啊。那么这每一个禅都有他自己的具体的方式啊，有思维的禅啊，具体的他去思维什么东西呢？去思考什么东西呢？然后没有思维的禅啊，那没有思维的禅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没有思维呢？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呀、就是没有思考，没有去这个去想什么事情要静下来，静个一分钟啊，也很难的，也很难。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到没有思维啊？人的这个思维的这个精神世界呀、它是一个非常它的活动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这个活动，这跟物质不一样。这物质呢？至少我们在表面上看它是一个静态的啊静止的状态，但是精神就不一样了，精神它不是想这个就想那个，它经常都是它不会停下来的啊。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它静下来啊，而且这个静下来了以后呢，就在这个宁静的状态当中停滞啊，这个是有方法的，没有这个方法不行，这个是第二啊。第三，这个智慧禅啊，那智慧禅如果我们要修智慧禅，那这个是肯定要下很大的功夫，才是可以的啊。佛教里面就讲了一系列的这个方法啊，尤其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些方法。他讲得非常的规范啊，就是有最基础的啊，就像我们小学的课程啊，然后呢，这个基础的课程做完了以后呢，再去完成什么样的功课，就像中学的课程一样啊，然后就是最后的最高端的这个课程，就像大学的啊，或者是博士后的课程一样，最后。的课程啊，从最基础到最后的这个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方法课程讲得非常的清楚，只要我们用心去做的话，方法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一点都不模糊，而且非常规范啊，非常规范。我就这个做完了再去做那个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也是这样，他很向往佛教佛陀的智慧，但是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获得这个佛陀的智慧当中的一部分啊，我们不敢说佛陀的全部的智慧啊，全部的智慧那我们就成佛了啊，但是呢，佛陀的一部分的智慧，如果我们有一部分的智慧，那这个智慧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的话，那么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让我们非常不开心的事情啊，非常苦恼的这个事情都可以化解啊，佛陀的智慧一部分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学啊，从哪里入手，先做什么，再去做什么，都很都是大家都很不清楚。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佛教就是它佛经里面讲的是非常好，这个是很深奥的道理，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人把这个系统，我们教育方面呢，这个佛教的教育它的这个体系不完整。不完整，
就像我们的寺庙啊，都是烧香拜佛的地方啊，过去就不是了。中国寺庙很多都叫做禅师啊，某某禅师、某某禅师。禅师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烧香拜佛的地方，而是大做修心啊，训练的地方，训练的地方，嗯，训练的地方，嗯。也就是说，比如说科学家的实验室，他是他自己去研究某一个项目的这个地方场地啊。那思源就是探索生命的最终极的这个真相的这些人搞研究的地方，也是一种实验室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寺院呢，都是烧香拜佛的地方啊，都很多都已经被啊，已经被严重的商业化了啊，严重的商，连烧香拜佛也就虔诚的烧香拜佛都很难呢 啊都很难，都是商业化了。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寺庙，连寺庙都商业化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心灵的归属呢？嗯，没有什么心灵的归属了。啊，那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那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寺庙里面也找不到这样子的心灵的归属，那我们怎么办啊？那我们自己去学习啊，学习完了以后呢，在自己的家里啊，在自己的家里修行啊，学习啊，把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啊啊，就作为啊我们的这个心灵的实验室。那心灵的实验室，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那我们比如说在阳台上啊，设一个小小的这个房子啊，那么这里面呢就设一个简单的佛堂啊，那么有了这些佛像啊，佛教的音乐呀、啊，有了这个环境以后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我们一进入这个佛堂的时候啊，这种感觉、这种气场是跟其他的房间是不一样的啊。就也就通过这些物质的力量啊，就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让我们这个心可以静下来啊，就是心静下来啊，没有那么的浮躁啊。在这种场合，在这种这个地方啊。去思考一些比较深层次的这个生命的真相，是比较容易进入这个状态，比较容易找到啊这种感觉啊。那其他的这些场合呢不一样了，在这种场合啊，心静下静不下来啊，然后就是没有这种磁场，没有这种气场啊，所以就是很本来就是一进入这个场合，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念头都出来冒出来啊，控制想控制都控制不了。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佛堂的话是有帮助啊。那么在这个佛堂里面呢，我自己学习啊，自己学习，通过我们现在的学佛的条件，因为这个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方便呢，我们可以在网上看音频啊、视频啊、光盘啊、看书啊、等等啊，还有就是我如果有这种面对面的这种交谈的话，那是更好的啊。学习完了以后呢，自己去把这些课程啊，这些课程一步一步的完成啊，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我们可以做到最后，有可能做到这个。智慧禅啊，但是智慧禅的要求是比较高啊。如果有兴趣的话，那这个叫做学佛了。这个时候是需要信仰啊，这个是没有信仰的话是做不到的。我们今天讲的一部分呢，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信仰，可以用这些东西啊，可以调节自己的心灵的状态啊。那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像智慧禅这样子的东西呢，那是需要信仰了。那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你想啊，有信仰，然后也有一些意识啊，然后有很多这一类的啊，这样子以后呢，他最后才可以达到这个。那这个是学佛的人的佛教徒的事情了啊。一共就有这么三个，一共啊就有这么三个这个禅定啊，这就是禅定的分类，这每一个都有
只是有方法，其中我觉得啊，就是一个还没有学佛的啊，也就是还没有什么信仰的，也不打算有什么信仰的啊，这种人呢，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是第二种这个禅啊，没有思维的这种禅。没有思维的禅也有方法啊，把这个方法学好，学完了以后呢，平时啊出差的时候也好啊，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如果你有个15分钟啊20分钟的时间是没有人来搭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门关上，在办公室也可以完成这个训练啊，办公室也可以，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在飞机上也可以，在火车上也可以啊，如果自己不需要开车的话，在车上啊也可以。当然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说这个是比较容易受外来的这个干扰啊，但是这些场合或者这些地方也不是不能训练，也是可以训练的。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一些很多的这些物质的这个追求啊，物质追求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啊，还有就是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非常非常负面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就累积在什么地方，没有累积在我们的肉体上啊，没有累积在我们的大脑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血液当中，而是累积在我们的精神上啊，心理啊，所有的东西都是累积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的心当然很浮躁啊，当然不幸福啊，这个很自然的。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把清理一下啊，自己的内心世界，清理一下一些不要的东西啊，或者是有毒的东西啊，这些垃圾的东西，把它清理掉啊，清理掉，尽量的储存一些正能量的这方面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啊，就人活得也啊很幸福，很开心啊，不但是自己幸福，而且家人啊、员工啊、同事、同学等等，给其他人啊，只要有一个内心有爱心的人啊。在一起的话，交谈啊，或者是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你虽然没有说什么爱心方面的话啊，也没有传播什么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呢，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我们非常有经验的。比如说，我们平时接近一些啊非常有修心的这些老一辈的这些啊修心人啊。他虽然没有给我穿什么东西，他没有给我灌输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交流啊，很普通的一个交谈啊，或者是一个很不普通的一个接触啊，但是呢，在无形当中啊，我就在他那里感觉到的啊，或者是不是通过语言啊，不是通过其他的方法，但是呢，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能量给我啊，传递给我的另外一种非常啊这个祥和啊平静宁静幸福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我就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欣喜啊，这个是可以亲身经历的啊。那么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有没有给我讲啊？他有没有通过其他的方法给我传播这些东西？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他的精神的力量啊，他的内心世界当中就是充满了这种正能量啊，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慈悲心啊、爱啊、啊等等这些正面的东西。那么他的精神的这个精神的力量，他可以影响到其他人，那这个也叫做，用现代语言讲，这个叫做意识波啊，它也是一种波啊，它也是一种波。当然，这是一种假设，谁知道这是一种波的形式还是什么的形式，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些物质的这些通讯啊，什么东西的传播，都是
通过空气也好，通过广也好，都是薄的心识传播，所以我们会说这叫做意识薄啊，是意识的一个薄啊，今生的一种薄动。其实不一定是一种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传播的，就说不清楚的。今生上的东西是无形的东西啊，这无形的东西是不好说，但是它的确是给我们传播了一个东西，这是我们自己感受到了啊，这不是别人说的，是我自己感受到了，所以我们平时都会有这样子啊。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一些非常邪恶的人啊，他表面上啊根本没有说啊，我不愿意听的话啊，他也没有任何的动作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啊，这是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交谈，也是一个很普通的接触，但是呢，他不知道是通过一种什么啊什么薄或者是什么东西啊，给我传递一个负能量啊，负能量接住了以后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啊。我什么东西都不顺利啊，什么东西都不顺利，然后呢不开心啊，莫名其妙，他跟没有打我呀，没有骂我呀，啊，他没有夺走我的任何东西呀，嗯，但是呢，就给我传递了一个这样子的能量，他也不是故意的呀，他也不是故意，他没有这个意思啊，他不是恶意的把一个负面的东西传给你，他没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充满了这种邪恶的负能量啊，那么负能量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任何一个人靠近这个人，进入到这个人的这个啊意识薄啊意识薄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呢，然后这些人啊，这些人就像我们的手机上的这个接收器一样啊，一个寻通讯信号的接收器一样，我的意识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接收器啊，它的这个意识呢是一个发射器啊，那么它发射出来的东西，我收到了这种讯号啊，然后就我不顺利啊，不开心呢啊，甚至这个很长时间都恢复不了的，比如说一个星期啊，一天呐、啊，或者几个小时呀、啊，或者一个月呀 啊，这个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要去到寺院去烧香拜佛呀，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法去处理呀，或者自己打坐呀啊，这样子都有的啊，所以这个精神的能量啊，精神的能量，我们平时很多人都会忽略它，但是实际上我们昨天也讲过了，最强的能量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能量，其次就是精神的力量，物质的力量呢，其实是最差的，就是物质的力量。但是呢，在我们的感官的范围当中，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是物质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认为物质的力量是最的，物质对我们带来的这个正面负面的影响是最大，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很多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所以我们忽略了这些东西，嗯，啊，所以在这些时候呢，这个禅啊，真的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去储存这个正能量啊，这样子以后呢，让大家开心啊，让大家幸福啊，不但是我们这一生啊过得好。如果你接受这个生命的这个延续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下一世也是活得很幸福的。其实我们昨天也讲过，我们的这个人生观啊，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个人生观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小级的啊负面的东西，我们只考虑眼前的这一点啊，只要没有人发现，好，我就是反正我就啊人生苦短呐，及时行乐呀，以后就没有什么了，我不会不需要去想这么多，然后反正没有人知道，那就我什么都可以干啊。这些负面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几个错误的观点，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某些错误的价值判断啊，错误的价值观，嗯，这些错误的价值观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负面的东西啊，那我们要回避啊，或者拒绝这些负面的这个能量的话，
那也是从因果开始呀，那就是我需要去照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啊，然后照到这个根源啊，根源是我自己的一种错误的啊价值观啊，那我为了纠正这个错误的价值观，然后我就静下来去思考啊，去思考，我就去尽自己的所有的力量去思考探索生命的真正的意义，然后呢再把佛陀的这个智慧啊，佛陀的智慧就作为一个我在这个探索的一个导航啊，它就作为一个导航，它就佛陀的智慧就作为一个我人生的探索生命的一个整个旅途当中的一个导航啊，然后我就跟着这个导航走啊，同时我自己啊也就去这个要去这个探索，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线索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导航的话，生命我们知道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刚刚讲的很表面的啊，然后深层次的东西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啊，所以需要这个佛陀的智慧的导航。那么佛陀智慧我们从哪里来，从哪里学呢？本来是自古以来都是从庙里面学，但是我们庙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了啊，只有商业化的东西，我们没有这些智慧了，这些思想这些智慧庙里面都没有了啊。那么佛教的基地就是这个思源啊，那么佛教的思想在庙里面都没有了，那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啊？这些思想这些智慧都已经在庙里面，都这是本来是它的基底啊，那这里都没有，那我们只有就自己就看书啊，听这个是光盘呢，视频呢，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市面上的佛教的书也是非常非常多，就是就像我们社会上的书一样，什么人都写书了，现在什么人都写书，什么人的书都会出版的，那佛教也是这样子啊，什么人都去写书写东西啊，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里面呢就不一定全部都是正能量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还是要这个路是不能走错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劫啊，在生意场上如果走错路了，那是什么？是金钱的损失啊，金钱的损失，没有别的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探索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路途当中走错了啊，那不是金钱的问题啊，不是金钱的问题，这个就是一走错了以后呢，它不是这一生啊，就是它有可能会毁掉啊很多很多时间，所以还是要有这个，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啊。释迦牟尼佛也非常的反对迷信啊，迷信，佛教是提倡知心的，知心啊，知心的意思就是说需要有智慧啊，有了智慧，我通过这个智慧去研究探索，然后呢结论有了这个结论以后，然后我才去相信啊，这叫做知心啊，这叫做知心。那迷信是什么呢？我根本没有去观察啊，根本没有去探索，就是人云亦云啊，别人说这个了不起，很了不起，然后我就去相信啊，这叫做迷信啊。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第三个禅啊，智慧禅感兴趣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要去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也是一种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有可能从此开始我们会走上一条另外一种啊，另外一个生命的旅途啊，生命的旅途。那么这个旅途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也有些时候呢也有痛苦啊，要做一些事情呢、啊、做不了啊，不想做啊，我们人都是天生就是很烦啊，很懒的啊，不想去做这些，就是喜欢吃喝玩乐啊。那么学了佛以后呢，他并不是说不能吃喝玩乐，但是呢我们整个的时间都花在这个吃喝玩乐，那么我们怎么去寻找这个智慧呢？所以这上面呢有些时候可能是有点觉得
感觉到有点枯燥啊，有点辛苦呀，这样子。但有些时候呢，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喜悦啊。当我们发现了一些生命的真相啊，或者是一些世界的这个事物的真相的时候，这个喜悦啊，这个喜悦，我完全可以给大家告诉大家，这个喜悦完全可以超越我们的物质世界当中的任何一个东西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快乐感、喜悦感啊，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这是很重要，但是呢，这不适合所有的人啊，这个是就有高端的这个智慧，至少对这个智慧有追求啊，有需求的人才会走这条路，其他人都不一定了。但是呢，第二个禅，我觉得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用。我希望啊，我们在座的至少去研究一下第二个禅，无思维的禅啊。那我用的这个无思维的禅，你们用这个词汇到百度里面去搜索，我想可能搜不到。这个为什么？我用的这个是为了你们容易理解啊，就用一个这样子的词，这个不是一个佛教的珍贵的词汇啊，所以用这个去搜索，用这个字搜索可能就不能搜索。那用什么样的字呢？需要用寂止这两个字，寂是寂寞啊，寂寞寂静的寂啊，寂止就是停止的止啊，寂止啊，用这个词来搜索的话，我想在百度里面我们可以搜索到很多很多的视频啊、音频啊、文字的资料啊，都可以啊。寂静啊，寂寞的寂，止停止的止，在佛教里面这叫做寂止啊，寂止。禅啊，禅的范围就太广了啊，禅的范围就很广了，禅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很广的一个所有的这些修法的统称啊，所以我们不能用禅这个字来搜索。我想最准确的这个词汇呢，就是用寂止啊，寂止，用寂止两个去搜的话，可以搜得到啊。那这个寂止，我们可以作为比如说是一个是一个无神论者啊，他也不需要去。不需要去，我是不是修了这个以后，我是不是有信仰了，我是不是学了某一个宗教了，那不需要这样子考虑。那这不是的，是一种心灵的调节的方式啊。这个方式呢，只要有心灵的人，只要有精神的人啊，都需要。只要是一个有情众生，就是人啊，动物就不会做这种训练，只要是一个人都需要。而尤其是官场上、上场上的这种高层的人是更加的需要的啊！一般的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呢，他的更多的担忧是不是这些精神上的，他是物质上的了啊啊！那很多人就是需要，非常的需要第二个禅啊，这是禅的分类。然后第三是禅的作用啊，再介绍一下禅的作用啊。那禅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第一个是消除负面的情绪啊，禅可以消除负面的情绪啊。这个负面的情绪，消除负面的情绪，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三种禅啊，三种禅都可以消除这个负面的情绪啊，有思维的、没有思维的、智慧的啊，这个都可以消除负面的情绪。所以啊，就是工作压力很大的像这个企业的上层管理者啊，或者是有些女性，就是经常都是因为感情上出了问题就折磨，那这个痛苦是比较对女性来说相对而言比男性的还多一些啊。这样子的痛苦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是可以解决的啊。如果我们悟到了智慧禅，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啊。任何一个痛苦，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禅啊的话，那它完全可以毁掉一个人的这种巨大的伤害啊，巨大的伤害，巨大的痛苦啊。面临这个时候呢，只要有这个智慧禅啊。
他立即，比如说一个雪花从空中下雪的时候啊，雪花落到一个高温的这个石板上啊，那么一接触到这个石板，它立即就会化掉的啊。它在一秒钟的1/1000的时间当中，立即就会化掉，它不是雪花了，它就变成水啊。同样的，只要有这个智慧禅的人啊，智慧禅的人再大的这个啊，精神上的压力，精神上的痛苦，就遇到了这个智慧禅的时候，它不是禅，它立即就把这东西就转换啊，立即就转换为智慧，立即就转换为智慧。所以这些人啊，在我们佛门里面呢，就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济公活佛这样子的人啊，才是这样子，他是真正的，他就已经突破了所有的约束啊。我们所有在我们人类的这个心目当中的所有的好与不好等等的标准，在他的境界当中，这不是什么标准啊。同样的是，我们所追求的所有的东西啊，在他的眼里呢，也不是什么可以追求的东西，不是什么幸福了。然后呢，我们非常害怕的啊，这些所有的痛苦，在他的境界当中呢，也不是什么痛苦了。这叫做佛教的大平等啊，平等啊，就是这种心态。但是这个是佛门里面呢，我们学佛的人当中啊，这种人是不多的啊，是很高的境界啊。那我们要达到这种境界，当然我们这个是可以作为一个最终的最后的目标，是可以的啊。如果有这样子的勇气，那我们也并不是做不到。人有多大的发心，有多大的这种心量，可以去做多大的事情，这个是在我们佛门上也是这么说的啊。生意常商也是这么讲，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这个内心的力量，有些时候是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呀，啊，出乎意料，它是很强大的。所以，根本就是我目前的能力根本完成不了，根本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只要我有这个下了这个决心，往这个方向努力，总有一天我会做到的。这个是可以。佛教也是这么讲，所以可以作为一个最终极的目标，但是我们暂时这个难啊。那我们啊，暂时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那就是第二种没有思维的禅啊。当我们遇到家庭的啊这个问题啊，或者是感情上的问题，或者是工作上的啊，或者是其他的，来自于其他的，反正任何一个痛苦、压力啊、焦虑，遇到这些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个训练的方式啊，静下来修我们的第二个这个修行的方式啊，这样子以后呢，慢慢的它就会改善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焦虑啊、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慢慢的会淡化，最后会消失。啊，最后会消失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有困难啊，再有压力啊，但是他的这些所谓的压力和困难，那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不会变成一种威胁啊，不会对他不是一个威胁，不够啊，变成一种威胁，都可以在这个境界当中完全可以化解的，全部都在这个当中化解。而且啊，有一个叫做禅悦啊，喜悦的悦，禅悦。那这个禅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啊，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啊，这种平静的状态的时候呢，有一种非常啊舒服、非常快乐的一种感受啊。这叫做禅悦啊。那这种禅悦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啊一种这样子的这个喜悦啊。这个喜悦是跟外在的任何的物质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不会有审美疲劳这个问题啊。
审美疲劳，我们讲的外在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失去它的新鲜感。但是内在的这东西，从内心当中散发出来的这种快乐的感受，它没有建立在这些上面所以它永远终身都可以让人幸福、开心、活跃，非常的积极，做任何事情做任何事情都是很都是很积极的、很正面的这样子。这是第二种禅我们第二种禅的作用就是这样子，可以消除第一个它改善睡眠的最好的方法是这样子然后抑郁症也是抑郁症我们建议，比如说抑郁症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的话，那可以适当的可以用一下这个药抗抑郁剂适当的要用一下适当的，为什么要适当的用？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大多因为这焦虑抑郁很痛苦的这个时候要让人静下来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这个很难的所以这时候的我们的禅定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微弱的非常的微弱的，负面的这个影响已经力量已经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一下物质的这个力量通过这个药稍微这个控制一下稍微控制以后呢，不要再继续用这个药然后就开始打坐，通过禅修，通过禅定去控制。这个我昨天也介绍过了，这个是有科学的证据，完全是可以改善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抑郁症的早期抑郁症的早期它没有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的时候呢，那就不需要不需要用这种药用这种药抑郁症多半都是自认为是抑郁症，其实这个时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抑郁症，这是一个焦虑这是一个焦虑而已。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在网上各方面就收集了很多错误的信息，然后自己的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有一点焦虑的时候，就自己给定为抑郁症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抑郁症的这种心理的作用，真的是一个不是抑郁症的人也可以变成抑郁症了所以这时候就是不能要这样子定心了不要给自己贴这个标签我抑郁了，抑郁症不能这样的这心理的作用，尤其是心灵上面的病这个心理的作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考虑不要用这些药然后自己去这个解决。自己解决的方式是禅定禅定，然后禅定当中的这个第二个这个无思维的这个禅定，通过这种禅定打坐，然后就慢慢就改善了抑郁症，也是完全是可以解决那抑郁症这么严重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话，那我们平时就是在家里处理一点点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同时之间或者工作上处理一点点不愉快不顺利的事情，然后就导致的这些焦虑呢，那就根本就没问题了，通过这种方法很顺利的可以解决所以第二种禅是很重要的。好，第二，这是这个消除负面的情绪。如果我想我们在座的当中，因为很多都是搞企业的要跟这个跟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我愿意跟他打交道，有些是我不愿意，但是呢不愿意就是为了这个工作不能不打交道，不能不怎么做那这个是心理上的一个制造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就是经常都是在不愿意的场合不愿意说的话不愿意做的事，但是呢就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去做要去说这是就逐渐的在心灵上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负面的这个压力，这种沉淀慢慢发展以后就会变成有问题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每一天大坐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大20分钟，至少是20分钟
20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呢，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子可能是有点因为这个坚持不了啊。20分钟左右呢，大家都可以坚持啊。那我们每一天，比如说我这今天这一天在家庭工作上的这些沉淀累积的这些所有的负面的这些情绪啊，那么这一天晚上结束的时候，就是晚上啊，我打坐把这东西负面的东西都给清理一下啊，都清理啊，这样子以后呢，我的内心啊还是变得很干净啊，很纯洁嗯。然后这个大作大完了以后呢，再不要去想啊，不想工作，不想家庭的事情，然后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睡觉啊，这样子以后呢，睡眠就会有改善啊，睡眠就有改善，睡眠改善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工作的效率啊也就提高了啊，也就提高，通过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这是啊第二个。具体的方法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下啊，介绍一下消除这个负面的情绪。我想我们今天多数的人来说最需要的是消除负面的情绪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现代商业社会啊当中的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情绪啊都是这个啊心内心世界是非常的浮躁，负面的东西太多太多啊，负面的东西是很多的。这样子以后呢，要清理这些负面的东西，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了啊，非常的重要。好，这是第二。说那么的一谈这是八年多内你别真的本事今个那些把梦这把这边做连着啊做个手我们啊红班子人个人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个人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个人把马色的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山鸡老板的果报。季先生非常孝顺他的母亲，只要听说什么食物滋补身体。他便会毫不犹豫地买来给母亲吃。季大哥，你来市场买菜吗？
是啊，我母亲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我想看看有什么美味又有营养的食材，买一些做给她吃。季大哥，你可真是一个孝子啊。是啊，季大哥，那边我看到有人在叫卖山鸡，山鸡不但味道鲜美，而且还特别滋补身体。哦，是吗？那我这就去看看，谢谢你。季大哥可真孝顺啊。是啊，为了照顾母亲的健康，季大哥每个月他都会买一只甲鱼炖汤给母亲喝。这位太太，你看这只山鸡，哎，多肥啊，炖汤很补身体的。哇，真的是山鸡呀，现在买山鸡的很少了。哎，你说的没错，前些年山鸡很多的，可是由于它的肉不但鲜美还很有营养，大家都会去大量抢购山鸡，结果造成山鸡不容易买到的。哎，老板，这只山鸡多少钱？我买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可是先来的。你不是还没买吗？老板，这只山鸡多少钱？我买了。老板，我先来的，要卖也要先卖我才对啊。这只山鸡多少钱呢？我要买。怎么搞的？怎么又来一位买山鸡的？老板，你的山鸡很抢手啊，难道你就不能多带几只山鸡来卖吗？哎，物以稀为贵，如果我有那么多山鸡的话，早就发财了。这样吧，我愿意多加100块钱来买下这只山鸡。这位先生，你真的这么喜欢吃山鸡吗？我买这只山鸡是为了给我母亲吃，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胃口也差，而山鸡既美味又有营养，所以我想买回去炖汤给她吃的，来补一补身体的。啊，真是一位孝子啊。好吧，这只山鸡还是让给这位先生吧。一只山鸡竟然能卖这么高的价格，我真想建一个农场饲养山鸡来卖。是啊，饲养山鸡好像真的很有商机哦。季先生的母亲吃过山鸡后便非常喜欢这种味道的山鸡。季大哥，你母亲最近怎么样了？哎，别提了，他的身体一直不见好转，胃口也不好，每天只吃很少的饭菜。你母亲的身体啊，原本就很虚弱，如果再吃不下饭菜，那怎么行呢？他想吃什么，你就买给他吃。哎，他对什么食物都没兴趣。不对，有一种食物能让他胃口大开，那就是山鸡汤。可是山鸡就是不容易买到啊。山鸡？季大哥，我有一个朋友经营了一个山鸡养殖场，你可以去他那里买啊。是吗？那可真是太棒了，一会儿我们就去那里。我们啊，吃完饭就去。哎呀，要是我早知道这个地方就好了。不过没关系，以后要吃山鸡可就有地方买了。老弟，我这个养殖场最多开到下个月，下个月之前我会将这些山鸡都处理掉的。为什么？现在山鸡的价格可是很高的，你怎么不继续经营下去呀？一来，饲养山鸡是非常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二来我儿子要接我去国外生活，所以这个养殖场只能关门了。啊，怎么会这样呢？季大哥，我看不如你接手这个养殖场怎么样？那样你既可以赚到钱，又能随时吃到山鸡。如果你愿意接手的话，那是最好了。老弟，怎么样，考虑一下吧。嗯，我考虑一下吧。季先生看到母亲大口大口喝着山鸡汤的时候，
是那样的满足与快乐，便下定决心接手那个山鸡养殖场。从那天起，季先生的母亲每隔一段时间便可以喝到美味的山鸡汤。妈，你怎么会突然中风啊？怎么会这样啊？陈阿姨，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母亲的。小季啊，你母亲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这都怪我，这些日子我整天忙养鸡场的事情，没时间来陪她。小季，你说什么？你开了一个养鸡场？是啊，我开了一个山鸡养殖场。对呀，一来既能赚到钱，二来又能让我母亲随时可以吃到山鸡。小季呀，你怎么能让你母亲吃山鸡呀？要知道，你饲养山鸡来卖已经是犯了杀业，更何况你还让你的母亲也参与其中，你可知道这样做是会遭到果报的。陈阿姨，你说什么？我母亲喜欢吃山鸡，我养山鸡给她吃有什么不对？我从来没听说奉养父母还会遭到果报。小季啊，你非常尽孝奉养你母亲是没错，但是你用的是杀害鸡来给她吃，这种方法是在害你的母亲呢。因为孝养父母也不可以杀生的。哼，真是胡说八道。没过多久，季先生的母亲便离开了人世。从那以后，季先生便将自己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山鸡养殖场。几年时间，他的养殖场扩大了好几倍，利润自然也更丰厚了。季大哥，你的山鸡养殖场现在可真是风生水起啊，这几年山鸡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季大哥可发大财了。小凯，当初多亏了你，不然我也不可能接手这个养殖场。来，大家一起尝尝山鸡的味道，非常好吃的。嗯，真是太美味了。季大哥，听说现在你几乎垄断了整个山鸡市场，各大餐厅的山鸡都是从你那里采购的。差不多吧，这么鲜美的食物就应该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才对。哎，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我的母亲，她最喜欢吃的就是山鸡了。陈阿姨，你怎么来这里了？你不会是想来买山鸡吧？小季呀，我是来拯救你的。拯救我？是啊，当初我一直劝你母亲要吃素放生，可是她就是不听我劝，结果呢，最后果报降临了。小鸡，你的养殖场开得这么大，但你可要知道，你饲养的山鸡越多，你所背负的罪业也就越多。成千上百条性命通过你的手丢掉了性命，杀生的罪业可是非常深重的。陈阿姨，如果你想要山鸡的话，我可以送你几只吃，如果你不要的话，那就请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小鸡，你怎么听不进我的话呢？难道你忘了你母亲是因为什么丢掉性命的吗？我母亲那是生病才会过世的。她是得到因果病呢，那都是因为杀生而遭到的果报啊。小姐，你可不能重蹈覆辙啊。陈阿姨，我不相信什么果报。哎，执迷不悟，这样下去早晚也会遭到果报的，到那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季先生在五十几岁的时候患上了喉癌，整个嘴巴都肿了起来，话也说不出来。真是没想到季大哥竟然病得这么厉害。是啊，你看他的嘴
怎么能肿成那个样子？尖尖的，就像鸡的嘴巴一样。的确是这样，而且它发出来的声音也像山鸡的叫声啊。难道它真的像那些学佛的人所说的，是得了因果病？啊，这么说，这个世上真的有因果报应？季先生的病情已经到了末期，他痛苦地挣扎了一个星期后便过世了。他死时奇怪的样子让